说爸爸给你的气质，就是说我说不是，会不会有压力？换上风。完全没有闪躲。那你会不会跟哪个一样，有时候录就不高兴，或急着想回家？现在还不太好。因为我现在别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我不要看错。没有这样吧？不会，没有接下去。这样讲我们超想看的，给钱，好，给我们弄袋。那今天思绪会爆掉？没有啦，我钱也不要。我来之前看你留言，说你是不是泡汤？七彩光芒出道。说爸爸给你的七彩。就是说，我说不是，会不会有压力？换上风。完全没有闪躲。那你会不会跟哪个一样，有时候录就不高兴，或急着想回家？现在还不敢，以后就敢。以后就会敢，以后不一定。话不要说死。因为我现在别的经验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床都不讲究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，那你不露脚趾，那我私密你，然后私讯我说，我要去做什么约会的丝袜，那如果没有，那我不想露的话，那我就穿起来给你约会。对，看到什么？没有这样吧？不会，没有接下去了。那你们是对自己脚趾有信心吗？就只是会觉得，就有些人会比较在意一些不想露的地方，不是他怎么样，就只是不想露。你这样讲，我很好奇。超想看的，给钱，好，给我们弄袋。那今天思绪会爆掉？没有啦，我钱也不要，就是不想露。